特别小的时候去奶奶家，从洛阳到铜川，然后一个晚上差不多，也就感觉挺好玩的。记得那个卧铺旁边就是挨着窗户，就会有一个那种小座，然后往下被弹上去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弹了一晚上，对不对？耶，好神奇。没有没有，就是觉得挺好玩的，在车上睡一晚上。